嗨，我是一个终极肥屌丝，我只为我的粉丝唱歌。好久没见了，什么角色呢？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，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，频繁暴露了自己，欺忍着越掩饰越深刻。你说我说听说，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，我反正决定自己难过。我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啊。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，可以吗？你退半步的动作，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，伤害还那么大。我只能扮演个绅士，才能和你说说话。我能送你回家吗？可能外面要下雨啦。我能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，可以吗？我忍不住从背后抱了一下，尺度掌握在不能说想你呀。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，闹了个笑话吧。我争取去学完整。